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嚟旧睇超楼 Gamer， 又系我楼主。咁我而家去咗一个咩地方呢？急转啊，左右，我都系咁样拧个视点。咁我而家去咗边度？呢度呢度有支呢，我只手系喐唔到，佢就可以咁样喐。哇，游戏暂停咗。咁我而家喺呢个伦敦嘅唔知咩警局。咁我今次玩呢个系咩游戏呢？就系、是、The Room 啊 ，VR 路版嘅 The Room。就是以之前我有玩过一隻喺间屋仔里面对住个模型屋解谜嘅游戏，咁呢个就系嗰隻啦，不过呢个系 VR 版，当然个剧情浪都有啲唔同啦。咁而我哋系得一对手，几靓喎呢个手套，系嘛？好，咁我哋转头面对门口先，我哋任务啊，瞬间移动至目的。地向前推就会显示瞬间移动的地方。哦，即系我哋唔可以就咁行，我哋系要瞬间移动。但系第一佢会焗我，另外佢都有啲少少难控制。我哋嚟呢度先，放开即刻瞬间移动。哦，瞬间转移啊，果然。跟住咧，互动就系按下呢、這个，哦，往下拉。我而家喺伦敦警察厅啊，失踪人口调查。喂，短短几个星期里面已经有好几十个人连接失踪，但系呢个这起案件啊最为诡异，呢、这个就系失踪人口啦。呢、这个鲁伯特蒙哥马利博士，我哋啲字好怪啊，有啲系好似手写，有啲就好似印出嚟咁样。呢、这个英国考古研究所嘅成员啊。在1908年已经失踪了，我们现在什么年代呢？我们现在。我们可以不用理他是吧？下一张。那这个英国考古研究所的储藏室也是最后有人见到这位教授的地点。他是怎样避过所有人的视线，从防卫森严的建筑里面无故消失呢？应该是这个来的，应该。是的。OK， 那我们是不是要，我们要找他啊？蒙哥马利博士专门研究古埃及遗留的无价之宝，他们不久前才跟同事说他快发现一项重大的事实了，他们说他最近心神有点不灵。数教授失踪的时候在研究的就是这个古物，研究的就是这个，哦，那些法老王那些坟，那些棺材是吗？除了他以外，没有任何东西消失，也没有打斗或者外人闯入的痕迹，这个完全讲不通的。我最好先看看我自己的办公桌，或者巡座有留报告给我。巡座是什么来的？那我们另外看看先，我们的台是不是那张？是的，我们要瞬间移动过去了。他好像有固定地点给我选，瞬间移动。这个是我可以执起他，是的。OK， 手震了我。有个奇怪的老先生问起了你，他给了我一个包裹，还说失踪案件的调查会有帮助。我真的觉得那个东西发出了很诡异的声音，但另一个员警就说我只是幻听。我将它放在你的保险柜里面，你可以亲自看看。哇，你觉得有古怪的东西你放在我的保险箱，你不要放在你家，你傻的。那我们现在要打开我们的保险箱，应该是这个了，是吧？点样？哎呀，唔记得咗点行？咦，佢唔系咩地方都俾你企嘅？你等先，我拾起钥匙喺里面啊，系喎，哇，几靓喎呢条钥匙，将钥匙加入物品栏，而加入，哦，我放手，我拎咗之后我放手，佢就会入咗物品栏。咁我而家要去保险柜睇睇，系咪你？是啦，他给我走过去了，现在。哦，有些吓亲，成日都突然之间咁就已经埋咗嚟呢个瞬间转移。我都係鍾意自己行落嚟。打开物品栏啊。就哦，咁呢个就係打开物品栏。咁我就攞出嚟。OK， 呢个就係锁匙啦。几仔细啊啲扣咗。将佢怼落嚟。咁然之后呢搞这个 ？No， 哇！
都会有啲咁嘅嘢走出嚟啊！哦，喂，锁匙啊，喂，呢个系咩怪现象啊？我觉得打开本位在行，或者正话都派紧用场，咁点啊？扭佢嚟而家真系，但系唔俾我扭佢喎。咁点啊？或者静物保管库里面有东西排上嚟？静物保管库喺边啊？边度系静物保管库？唔系呢个啊！地下有时会有个蓝色圈，就系我个移动范围啊。如果唔系，我会撞墙。呢个系 Quest 3本身嘅功能。静物保管库咩地方啊？嗱，而家呢啲地方就我可以瞬间转移去嘅位置。呢、這个咯，呢、這个未去过，次次都俾佢吓亲。将静物归档时，请注记正确嘅档案编号。呢个应该系攞证物，咁我就要输入啦。我想要啲乜？破解保险柜，但系冇 number 呢个。纵火啦，我哋系咪可能攞火可以烧咗佢嗰个嗰啲，好似树藤咁嘅嘢？咁我哋纵火就 W02。哇，要咁样？好，纵火会有啲咩证物？俾我打火机嗰啲最多啊，火柴。OK， fireproof and coal safety matches， 几靓喎火柴啊！待住先，咁我哋而家翻过去，其实我哋可以就咁零咯，我哋就唔使下都用过。咁我而家我成喂，点解会喺依度出嚟啊？你喂，攞出嚟。咁我点样？咦，我用依只手攞得唔得？得嘅。但我点用啊 ？What？ 怼落去唔得喎。有个提示啊，拉动呢个标签就可以攞提示。喂，大佬啊，呢个呢？哦，佢会不断咁俾提示嘅，但系要时间啫。我唔知点用啊，火柴，我想用火柴，系咪可以烧佢？哦，好似冇第二啲，其实个火柴里冇嘢喎。哟，喂，抌鬼咗，但系袋住咗。我哋再睇下有啲咩选择。破解保险柜系冇个 number 啦。小额盗窃，照攞晒先咯。伤害可能系把刀啊 ，E03 睇下先。好。真系有把刀啊！先短剑，定系我攞鬼晒佢？呢个会唔会都系 W 啊？不过唔关事啊，应该系嘛？袭击杀人，小花道士 H11 啦，我哋试埋。行埋嚟先。What？小额盗窃盗会唔会系有开锁器咁样嘅嘢？唔系咯，怀表攞咗先啦。而家我哋系啦，三个可以试到嘅试咗，我哋再翻去睇下有冇计先。道具短剑。唔得噶，插佢都掌握唔到点控制，咁冇理由用怀表噶。我有睇提示系嘛？咩老板写住乜嘢咧？因为破解嗰啲而被捕，不过密码设备已经遗失，一定有呢个错。
即系我哋真系要嗰个咩 lock 架解开嗰、那个，真系依个，我哋一定要依、这个。佢话有迹可寻，how do I 寻咧 ？OK， 嗱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呢个系顺序，而依个英文字系佢个姓氏 ，correct， 即系 C 06。搞掂啦，边难到我啊？我肯谂下，其实真系冇问题嘅。喂，过咗个，好，准唔准啊？今次系俾啲好嘢我啦。我以为嗰个火柴已经可以烧到，我攞咗呢个先，呢份呢？做咩？教人哋点样开？哦，佢直头戒个窿出嚟啊！喺个 lock 架嗰度，犀利喎！咁我哋咁咪好多道具咯，系咯，我哋最多系六个道具。好，就系、是、呢个正方形啦，信唔信得啦？吸住，几劲喎！呢把锯，其实嗱，佢锯好面啫嘛。你看到頭先佢一路鋸緊，其實好面嘅位置，但係佢可以戒到咁深，其實依個幾深嘅依個位置，咁樣睇有成半寸厚。然之後我就要搞依、这個，依、这個係點啊？咁樣碌，咁樣咪得咯？我要碌到依個齒輪啊嘛，信唔信啊？哦、哇！点解我 lock 卡变成咁啊？我掂唔掂佢啊，大佬？哇！嗰度咩事？过去睇下先，唔知关唔关我哋事。警员，请原谅我用呢种唔寻常嘅方式联络啊！但我手上有与你正在调查案件嘅相关重要资讯，我知道你有好多问题想问，请先带上呢个镜片啊！你个镜片 ，what 镜片？哦，呢、这个我点开啊？哦，有顺序嘅，哦。呢、这个就我哋 VR 眼罩，算待住咗啫。开启有人拉高、拉动高亮嘅拉杆，而哦呢、这个，哇 ，what？ 咁呢个咧？屋企，哇，好多。即有人入过嚟喎，佢印个地下。O K 啊，咁我哋而家过去，我拧过去先，我咬到条腰断啦，冇其他啦嘛，系呢度啦，好古怪啊啲嘢，就系呢间屋。诶，咩意思呢？我咪可以喐星星对星星，系啦。然之后呢、这个喐唔喐得？呢、这个喐唔到，我系楼上面嘅。这个、呢个咧，我系冬季嘅，定系下部都喐到啦？佢系喐上面呢个啫嘛，喐咗啦。What to do？ 呢个咁得嘅，冇得上落。诶、欸，哦，掹起啊！呢个咧，呢、这个冇喎、啊。咁，哦，全部向晒下。呢、这个咧，呢、这个掹唔到。呢、这个咁样拉落嚟，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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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有啲咩里边啊？
哦，放呢嚿落去。喂，即刻松咗手啊！冇方向噶嘛，呢嚿嘢啊，手震到。好。黑晒啦！嗯，四件神器，我而家攞咗一件啦，咁样叫做前面做咩啊？警探，欢迎嚟到隐藏嘅虚无领域。我正调查呢个失踪案件背后，其实隐藏住你无法想象嘅庞大邪恶谜团。我可以让你看看那些人发生了什么事，或者我们携手合作就能避免更多人牺牲。这个文件不是一般的信纸，虚无将它和我这个作者连结在一起，使用目镜就能显露这个连结，找出其他人探索他们的命运。这里是哪里？这张纸上面写了些什么？我看完你先说这张纸写了些什么。好，那我看到连结了。哦，就是这个。我咪揿入去啊！咁我咁样可以捐入去？唔系咯？诶，你系边个？哇！诶，英国考古研究所，蒙哥马利博士失踪嘅时候就喺呢度工作，我点解会嚟咗呢度咧？Okay. 又要解谜啦！首先点啊？前面呢嚿睇下咩嚟嘅先，我哋可以直接嚟中间。呢度有个箱，有啲奇怪嘅机关。呢个系开前面嗰度门嘅，呢嚿嘢。OK， 嗰度楼梯上层，我哋可能未必需要上层嘅。呢度都有啲文件，呢个发光，望下先。我系咪可以咁样都过到去？得，哎呀 ，OK。我请搬运工今晚再将石棺喺储藏室里拉出来一次，希望研究能有所突破。呢个异象睇嚟系将虔诚嘅追随者一起带到来世嘅过程。佢哋深信呢个仪式可以将灵魂困住并存放在里面，但上面的象形文字却是前所未见的。这个完全没有道理。It doesn't make sense。这个执不到。这个呢，这个是不是转动去？你呢，不望什么望？我想办法啊，大佬。哎呀 ,sorry 啊。这个呢，不能动它。敲佢，曲曲曲！依个开锁器应该攞得，嗱我只手入到去，但系执唔到起身。嗰啲相，嗰啲文献冇用。依个系教我哋点样开嗰个嘢。第一，点解我好似远咗嘅？我入咗张台里面，我咁样反而睇啲。OK， 一系喐依个，嗰、那个。二啊，二就喐。这个咁就攞出嚟，三呢就将嗰个扭去右边就可以开箱。 OK， 咁我哋去嗰边睇睇。好怪呀、啊、开门开呀、啊、What happened？ 冇反应嘅，lock 住咗啊！道门可能系闩翻啲嘢。嗱，呢度有个 lock， 要咁样啊？吓！我而家咁样系解咗锁定，我唔知我咪解咗咁样。呢度进，佢会跌翻落嚟啊！唔想。但系呢度点都过唔到啦，出面有乜？佢会有影咁。诶，这个抽起佢，
呢个又抽起佢，呢啲应该好 straight forward 嘅啫。呢嚿定系，唔好行雷吓死我。呢、這个过唔到去噶嘛？咁只有咁样过嚟再算。嗰度有条绳啱嘅，而家应该过翻嚟睇下。开门。What? Why? 佢完全唔喐嘅，呢嚿嘢应该喐嘅。我而家系卡咗佢啫，我仲要点喐啊？哦，喐嗰个白痴咗添，我哋好似完全遗漏咗，我哋要用呢嚿嘢，系嘛？啱唔啱啊？唔系喎，呢个系褪咗个啫，直接睇多次点开先。喂，顶，零个转面唔小心。哦，拉条绳，拉呢条绳。OK， 呢个可唔可以得嘅？呢个咧，呢条绳，呢个得噶，有嘢噶。啊，拉个绳先啦。哦，真系咁样开。OK。然后就将个棺木褪出嚟。哦，行雷啊！即刻，我哋要将嗰度个扣扣喺呢度啊！快嘅，咔清好，跟住我哋要将嗰个嘢扭翻过嚟。我哋使唔使闩翻个门先啊？会唔会有怪兽走出嚟咁样？睇下里面好似成日有啲影咁样。搬运工回来了，佢问我有咩进展啊？真系奇怪嘅小伙子，佢谂到我冇办法咁样睇，好似破解呢个谜团之外，啲高兴啊！佢俾我包裹啊，我得要东西，包括里面有形状特殊嘅镜片，呢、這个啊，旁边还有一张纸，说这东西能做一臂之力，天知道帮佢咁多大嘢。打开咗，唔系喎，睇翻嗰度先。呢封嘢有个框上落，咩意思啊？呢个框，我屋企咁样帮我打开个棺木。嗯，仲有冇其他嘢？他呢度先，我哋。有冇啲咩素材要攞？呢度又系摆嘢上去嘅喎，呢个咧，呢个喐唔到。我仲可以带个镜片啦，佢会带咗个镜片，会有啲嘢睇到。不过我暂时唔带住，我应该系要谂办法打开啦。呢度冇其他线索，暂时冇嘢可以揿，系啦，冇嘢可以揿。好，咁我哋扭佢。然后又拉绳，系嘛？因为成日都拧咗个。但系冇用嘅喎，而家开呢个系嘛？喂，跌，系咯，而家冇嘢卡住，其实我打唔开个棺木，我应该系喂，应该有啲嘢要突出嚟噶嘛，系嘛？如果我冇理解错，但系而家未解开到呢、這个。成日都捉唔住，我要睇实只手拿住咗先好放。系咁嘅，放咁佢都开唔到。
我嘟嘟，呢度有冇得上？冇。咁我哋系时候要攞个镜片出嚟睇下啦。审判佢，在最开始的地方找到他。嗰度有个称，找到他。我后面冇嘢嘛，冇其他线索。嗱，嗰张纸系有个传送门，我哋睇下先。唔该你开翻个眼镜。There， 佢打开咗个箱，哦，咁啊变咗个箱出嚟，我即刻过去睇下，咦，咁啊飞咗过嚟啦，就系呢个，哦，呢个镜片，哦，攞唔到，开晒佢唔该，呢个镜片睇嚟可以装喺我目镜上面。好，咁我已经代咗啦，又睇到啲嘢啦，系嘛？佢喺神庙等待。喂喂，使用新镜片睇唔切个字啊！喂，顶啦！咁我点啊？依个掂嘅，佢又话咩使用新镜片？咦？嗰度都有啲嘢嘅，用呢个镜片可以穿透一啲箱喎，睇嚟。暂时呢度冇其他嘢，我哋过嗰度睇下先。呢个古灵精怪 ，What is this？ 我哋要将呢个勾弹出嚟系嘛？但我喐佢唔到，我要点啊？嗯 ？What？I don't get it。即系点啊？冇其他咩声？行雷啫嘛？唔明喎，呢个嘢，呢个喐唔到，侧边系咪有嘢？错，佢冇，上面都冇嘢。呢、這个揿佢唔到啊，咁样嘅状态，应该都系用翻镜嘅，我哋需要。但系头先呢个揿咗一下，我唔可以拉，推咗过嚟之后就冇反应。哼，我系咪仲要搵粒嘢怼落去？应该系。我哋试下再攞依封嘢睇下，可唔可以睇到啲咩先？都系睇翻嗰度啫，系嘛？依边冇，系咯，都系依个人啫。我哋睇过去啦，已经。系咯，咁呢张纸已经冇用了。呢度咧？我哋又试下呢个位大块镜睇下，睇到嘢喎，真系可以扭喎呢个今次。哇！千仪式用嘅剑，待住喺呢度啦。然后有另一个谜，啊，整蛊我，又带翻个镜睇下，冇嘢睇。儀式用的劍，那裡放這裡，
然后呢 What's this？ 有黑纹的原柱体，待住先。呢度啊，直接放落嚟。嘣，粗鲁系唔得啊！喂，攞唔到。唔係喎，哈！我用鏡睇下先，我用鏡依個都攞唔到。誒，側邊有掣，哇！我好難睇到啲掣喎，我企咗個位，依邊冇。咁依個係點啊？哦，轉曬做上面依個符號，係嘛？但係我。to do 啊！咁样，好，喂，撞彩，其实唔系撞彩，系我真系知嘅，其实我系天才嚟嘅嘛。呢边有冇嘢？呢边都有啲嘢。咁而家呢个系，我哋睇下镜有冇啲咩先，冇，呢个可以喐，呢个可以三个人呢个咧，呢个唔得嘅，呢个唔得嘅喎，咩意思咧？呢只系蜜蜂。有邊啲會食蜜蜂啊？應該係呢只嘅啫，係嘛？關唔關事？咁呢度咧，呢個喐唔喐得？喐到。OK， 唔係可以轉有個盤，白痴。呢個係點啊？呢边咧，呢个系点啊？呢个有，嗰度插嘢嘅，开咗呢个插嘢落去，好，唔明，水壶同呢啲嘢有咩关系咧？只猫会打烂个水壶，得唔得？夹硬嚟。咁样喐佢冇变化嘅，定系如果我扭啱咗，佢就会打环呢个嘢会打直，系嘛？咁我先至解到呢两个锁就可以打开呢度，但系冇乜线索，其实我唔知佢。拉入镜睇下有冇线索先，呢个系呢度，仲冇多啲，冇喎，冇其他线索。呢个手提电话咁样嘅喐唔喐得噶？就系咁样，咁其他咧？边呢个称审判执处佢冇其他线索，就系揾到一个啫。要试啊，试咯。喂，咁儿戏？镀金性甲虫半边，好待住先。即系依个都系撞嘅啫。记得我镀金性甲虫半边攞咗咩？开嚟见咯。定系我仲要插嚿嘢落去啊？依度可能系。
老狗。呢个解咗，呢个提示解咗，呢个解咗，而家呢个我唔知点开佢。佢除咗嗰个菱形，唔系嗰个系咯，除咗呢个形状冇第二个形状。我呢嚿嘢摆唔摆到落去啊？唔啱 fit 噶，冇嘢。好。我哋而家要找可以摆呢个菱形的地方，看看呢个先。呢度摆成甲虫喎，原来。咦？我哋呢嚿嘢执落去，唔系你啊？佢撑唔到喎。呢嚿究竟有咩嚟噶？呢个圆盘可能攞出嚟怼落去。咁我哋要找成甲虫啦。而家我找到半边，可唔可以放住落去先？可以。好。跟住做咩位置？喂，吓死人！呢度，今次仲唔系你？唔系喎，点都唔俾我呃啲嘢落去喎。呢个执唔执得噶？喂，顶你个肺，执得噶？呢度，转过嚟。仲唔系你？哼！啊，某种埃及嘅工具，手都震埋我。呢个耳挖嚟喎，耳挖喺边度用啊？系咪嗰嚿嘢啊？可以怼落去咪？问我。我哋开翻个镜，试下个耳挖可唔可以怼到落去？得。Exactly。是不是high场会滴滴嗰啲？滴冇其实，好会。What？ 哇！呢个埃及十字架嘅锁匙，然之后又唔知做乜啦呢度。呢个可冇得扭佢，呢个可以执起。有黑纹嘅石圆盘，呢个应该系放喺个棺木嗰度。呢度有啦，上面系呢个小白鹭食蜜蜂，即系嗰只小白鹭食蜜蜂。OK， 过咗去先。小白鹭吸我过来，有冇咁劲啊？啲雷但系冇其他嘢打开咗，摆住先。开棺木，呢个窿仲唔系你？呢度绿色咗嘅，好，红色摆晒过嚟，蓝色摆晒过嚟，绿色摆晒 ，OK OK， 咁样样，扭多啲，我要将绿色带过去。Should be like this。天才，冇得傾，真系冇得傾。系你啦，埃及十字架。好，哦，突咗碌竹出嚟。咁我哋而家真系可以打开个棺木啦。后面好，唔系你呢度，喂，成日都捉唔实，
What？ 喂，好线啊！停我啲，好，打开，哇，哇，佢好多口气喎，我睇下先，点解咁多玩具嘅你？你有冇刷牙你？好，我哋睇下呢啲玩具系做乜？黄华丽嘅黄金球，What？ 吓，我要咁样扭啊！哇！放嗰度好似呢个咧，呢个攞唔到嘅，定系我第二个角度先攞到啊？咁样近啲系嘛？执唔起嘅呢个真系。呢个冇得扭，呢个咁似嗰个，可能要插啲嘢落先。呢、這个唔知点打，喂，哦，我要开晒呢几个螺，即系呢几嚿嘢系嘛，然之后成个下爬攞落嚟 ，OK， 戴眼镜睇下先，嗱，一古灵精怪嘅嗰度啦，我哋要去嗰度，佢每次都会其实有少少提示叫你去边嘅，好啦，而家我哋喺呢个位置。我哋要将依旧 this 佢称然后呢OK， 我冇谂过自己扭，就系争我哋嗰粒好，然后就前奏就打开依旧嘢系嘛。系咯，可以咁样推。咁样得唔得？佢一定系咩噶？咁即系一定系呢个啦。OK， 然后最上面应该依楷 ？No， 依楷落啲好，然后呢搞掂，另一嚿性甲虫，又有两嚿咁嘅嘢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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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你呢啲唔喐嘅，好，我哋要戴翻个眼镜，咁啊睇到个呢个系做咩呢？OK， 应该系咁啩，再入啲得唔得？哦，哦，攞咗何老师之眼，阿何老师。咁呢个呢？哦，石片系执起嘅，等嗰啲无知嘅蠢货离开后，我每日晚上都翻嚟呢度。呢、這个镜片真系开咗我嘅眼界，真系唔敢相信我以前竟然同嗰啲人一样咁盲目啊！呢、這个工作真系太艰辛，疲倦开始让我精神错乱，我开始听到其他声音，好似耳语声、其他人嘅讲话声，靠近棺材时声音最大。
但我哋而家未搞佢住，我哋系咪啊？过去睇下先。咁应该搞依个先嘅，我觉得。俄罗斯之眼摆咗依度先，然后我哋要将嗰两个牌石牌摆落嚟。依个好。跟住隨機啦，反正都係試嘅啫。原來係最左邊，翻嚟見我黃金把手，搞咁多嘢你俾個抽手喎。但係依個我，咦？定係我唔係擺依度先？黃金把手我左邊就用依個把手。嗰度，我放翻低个石头，阵间先翻嚟呢度。把手出嚟，出嚟，好拖耐啦，转动，哇，手抽筋啊！华丽装饰护身符一个，好似系有地方摆，但我唔记得咗摆边。嗰度有光嘅，过嚟睇下先。摆落嚟啊！试下咯，唔啱啊！呢个系咪？系咯，系有个圈圈呢度。哇哦，呢度就系个 secure， 呢度有嘢睇，冇嘢睇咯。定我两嚿石真系摆呢度，我过攞翻嚿石过嚟，摆咗喺个棺木度先。要咁样噶，原来冇谂过。跟住应该真系翻嚟呢度啦，真系放落嚟啦啩？咁样 ？What？ 要全部都变咗色哦。咁就得啦，听晒啦，跟住你呢个有啲难度。难我唔到啊！但系有难度，唔代表难到我。搞掂啦，开嚟见咯。哇！哎呀，有好多玩具喎呢度。我系咪攞晒出嚟啊？哇！咩嚟噶呢个？得意喎，但系个样。好，呢个呢？内脏嚟嘅呢啲系嘛？咩马骝头、狐狼头？好，
应该就系插晒落佢嗰个身嗰度。但系冇分边个插边度啊？嗰啲内脏我唔识分喎。呢个应该系心脏嚟噶嘛？系嘛？佢唔系自己吸落去噶。冇，可能啱晒先俾你放下。呢个咧，唔知啊，是但啦。冇事发生。你有冇教啊？本书有嘅呢度。唉，白痴，攞翻晒先。鹰头喺下面啱嘅。星星在上面，系啦，呢个狼喺呢度，唉，真只有估啊！好，又帮你剃须，哇哇哇，好臭好臭，哇飞啲蚊出嚟，哇！呢、这个牌放呢度。哇！佢心脏啊，唔好介意啊，攞你个心脏，唔好咬我啊！人类嘅心脏咁污糟嘅心脏，袋住先啦。咁之后去边啊？个心脏我去边？我做咩未开啊？嗰度唔系啊，睇翻我镜片先，仲有冇边度睇？最开始嘅地方揾到佢，冇波，呢度有冇提示啊？狗同埋水壶嗰个我估中咗咯，唔使理，唔使你提我。但系我之后攞去边咧？个心脏？几个 point 睇一睇咯，有冇啲咩遗留咗？应该冇啊，呢个系攞啲旧嘢，翻翻嚟呢张工作台啊。冇料到噃。四围摆下咯，啊得唔得？摆落去唔得，做咩位置我可以移动？而家依度依度，呢个系山宅，山个官，我要删翻个官唔通？试下咯。咦，唔系喎，佢唔俾我捉佢咯，咁点咧？呢啲时候就系睇提示嘅时候啦。古人相信人死咗之后咧，阿努比斯神会称量死者心脏嘅重量。个称喺边啊？称 ？Where is the 称？我唔见有秤喎，一直都上面有路行冇啊？
冇啊，冇秤啊。你知唔知个秤喺边啊？我哋起身帮帮手，唔好就瞓觉。秤，唔通喺依度？我可以将个心脏放落嚟，即系。如果我求其摆啲嘢落去得唔得？我啱重量咁咪得咯，系嘛？好，我一斩断条丝啊！哦，咁样锯佢啊！咦，里面系嗰个神庙嚟喎，原来而家先睇到，算啦。乜卜卜卜卜啊佢！哇！哇！啲蚊去边啊？哇！个木乃伊嘅尸体冇咗，食咗佢。有封信。OK。真系冇咗。佢一直都喺依度，佢一直都喺依度，从一开始就等紧，一开始就等待了。喺嗰座神庙，佢哋一开始就等紧啦。我见到佢哋，佢哋唔似我咁盲目。OK， 咁我哋应该又要睇下佢封信嗰个传送门，就喺依度啫。咁点咧？去玩呢、這个？呢、这个圣魂，我、哦、会吸咗佢入去啊！我当初咪就系玩呢嚿嘢之后吸咗过嚟呢度啦，系嘛？咦？咦？又翻嚟呢度嘅？哇、哦！呢、这个就系第二个，但我要将呢个摆过嚟，咁我就传送去呢个地点，系嘛？冇冇得哦，另一嚿嚟嘅。我哋 total 应该有四嚿，而我哋攞两嚿。警探做得好啊！嗰、那个煎草药嘅女巫完全唔知道佢喺度玩弄紧嘅系咩力量，幸好佢嘅无知只系对佢自己造成伤害。而家攞到呢个最后一个器物，我哋伟大嘅计划可以开始啦！用依封信召唤我啦！然后我就会放你自由 ，OK？ 呢度，好，我哋突然间又嚟咗另一个地方啦。教堂或者牧师有我想要嘅答案，嚟咗呢个咁嘅教堂。咁但我哋条片不如嚟到呢度先啦。下集我哋就会解开呢个教堂嘅谜团。目前嚟讲，我觉得几好玩咯。去咁样解谜，我觉得几过瘾。就系咁先啦。咁我哋下集见。中意条片 comment share 咧，同 subscribe 系咁。拜拜。